完全执政，完全跳票，完全跳票，完全执政，完全执政，完全跳票，完全跳票。这是民进党八年执政的最后一年，所以我们有五大批判，也要把我们在这两任蔡英文总统任内我们劳工的苦让他知道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今天站出来就是要告诉他，这些恶政残害劳工的恶政，我们不会忘记，对不对？对。把我合理休假，杜绝超时过劳，杜绝超时过劳，青年受苦，执政不及格，执政不及格。伟大的大魔法师啊，现在劳工组工会太困难了，工会要打30个人才能组工会，希望能够三位大魔法师能够降低组工会的门槛，希望我们警察消防员也能够组工会，这个票我就投给你们了。而且工会门槛要下降，工会门槛要下降，工时太长了，我希望可以减少工时，劳工的国家可以恢复到19天。来抢降工时，薪水过低，清洁队员20-30年来都没有调高俸点，我要调高俸点，我要加薪，这是不是大家的心声？民进党八年完全执政，八年完全执政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请魔术，我们现场的魔术师。我们的法术，好，这就是我们最后蔡英文魔术师给我们看到的，自己去跟老板说。现在疫情要结束了，你有什么心得吗？长官，报告长官。哎，在防疫期间，我大概中暑了10几次，我的专责病房。哦，辛苦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，辛苦了。当初说好的奖励到底在哪里？我跟你说，所有的奖励卫福部都已经发给医院了。上一个行动剧你有没有看？自己去跟老板拿。什么？老板？来，你来。你说我们会有7天的14天的防疫假。然后我们确诊去照顾，还回去照顾的护理师会有照顾的补偿，但是我到现在 long COVID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医院工作了，我到现在一毛补偿金都没有拿到，怎么会没有拿到补偿金呢？怎么会没有拿到补偿金呢？我们提供最高100万的补偿金，但是你看看，你还会走啊？小小咳嗽而已嘛。你去刷户头看看，应该有几百块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会这样？走不动可以调单位嘛，去别的单位工作就好。副指挥官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疫情已经趋缓了，当初说好要立法三方互并比，在哪里？现在已经疫情趋缓了，立法在哪？今天这种大喜日子，你提这么尴尬的事情，这个立法没有那么快的啦。我们还在开会，还在演你，而且我还要选台北市长哎。你跟薛瑞元讲好不好？他们也会搞定的。对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喊口号好不好？有政府会做事。骗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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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医疗人员们，今天5.1正是我们疫情指挥中心解散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当初说好的要给的奖励，大家有没有拿到？没有。林元跳票，目前这整个案件我们已经送监察院，希望这个卫福部他得到这个监察院的纠举。今天我过劳，明天你过桥，明天你过桥。你了。